组长，对不起，本来该给你发信号的那个人，凌晨被捕了。没关系，我知道，咖啡馆里全是他们的人，幸亏你们没来。 严重，我下午就从含元出来了。只是我到了晚上才想起来，我有安全房的钥匙。高晨没怀疑你。他怎么了？他都知道了，我跟他摊牌了，我连枪都拿出来了，本来要准备一枪打死他，结果枪的保险没。 怎么离开含元的？我就说我不干了，要么放我走，要么开枪打死我，结果他就放我走了。他就没为难你？没有。哦，他派了两个人跟踪我，不过被我甩掉了。这不能久留了，晚上出人容易被人发现，明天一早我带你转移。好，那我明天一早来找你。不行，那房子是商贸公司给你租的，很可能被人监视了，你就住在这儿。啊？ 哦，你睡里面，我在外面守着。哦，你就住在这儿，我出去守着，今晚好好睡一觉。 睡觉了。哦。
从咖啡馆抓回来的人都审过了，都审过了，口供就这些，这也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啊。主任，他们这次失利了，不过肯定还有下次，咱们早晚能抓到他们。高科长，嗯，我劝你最近呢还是谨慎点，告诉吕管家也得小心点，那帮人动不了你，别再一急眼了，报复你身边的人。不用担心，吕管家辞职了。辞职？怎么了？昨天咖啡馆的事儿把他给惊着，他哪见过那么大的阵势，一回家就吵着不干了，说为了那点钱把小命丢了，不值得，跑了。哎呀，太突然了啊！可不是嘛，我一回家所有的事儿全乱套了，连口热水都没得喝。要不我派我几个手下的弟兄帮你去找找。哎呀，不用了，总不能把他绑在我们家含冤吧？人想走就走吧。哟，李太太买菜呢？看看我这里这么多菜，你要点什么菜嘛？芹菜吧。好，芹菜来。哎，啊好。哟，李先生回来了。哟，你太太很勤劳的，先生你好福气哎。我们走吧。